黑鹰直升机搭载特战小组迅速落地，国防部执行反斩首任务，展现反特工操演能力，但攻军绕台威胁与日俱增。12号上午，中共空军官方微博抛出一架共机在云层上方飞行画面，还留言绕岛巡航，绕什么岛？大家说说看，挑衅意味浓。这可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使用绕岛巡航这个词汇。对于大陆来讲，哪一个岛对它最有价值？当然就是台湾岛。大陆对台的一些动作，可以说硬的越硬，那软的越软。那硬的部分，军事层面和外交的打压，就是一个非常好施展的一个手段。国防部宣称，攻击活动都在掌握中。但12月7号，轰六逼近我防空识别区；12月9号，跨岛链远讯；加上12月11号，攻击飞越巴士海峡，一个月内攻击连闯三次。今年度更已经出现17次绕台行动，连不论军机、军舰绕台的动作都不断。那这时候把它公布出来，用一些某些形式来展现出来，只是在进行恫吓了。那未来会不会刻意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？我觉得这不无可能。飞越和国军的拦截相关的作为，未来他擦枪走火的风险性其实是会增加的哦。当共军绕台成为常态，两岸军事冲突可能性就会升高，政治僵局无解，军事威胁现阶段当然没有缓和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